我听说你在找你的恩人，有一个老邻居提供了个线索，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人。真的吗？嗯，有消息了。我跟他联络一下，安排个时间，你跟他见个面好吗？真的有点想法。当年来我们家问的那个女，她年纪很轻，那问她要找那女军人干什么，她说她要找她孩子。找孩子？我去洗澡，拜拜。哎，王少波，你跟男生讲电话，你怎么可以说你去洗澡呢？莫名其妙哎，你又不秀了。我们大家都很期待，不晓得我爸跟 boss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其实自从 boss 认识你爸之后，心情好像真的有变得比较开朗。应该是默默的亲生母亲，对吧？上好明天休假，他们四个人都会一起回来。小翔虽然是个神话一个，不过跟默默倒是蛮能聊的。黎智祥，我绝对跟你拼到底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:00，鳄鱼一起变蚊香，军官情人在中视。